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5套肉肉女孩的度假风穿搭。因为之前在 IG 问大家，就是对我的穿搭有没有兴趣的时候，没想到100%的人都同意我做这个主题。刚好我最近因为台湾很多品牌都在下特卖了，然后我就入手了蛮多件我真的蛮满意的衣服，所以就想说来做这一集的穿搭来跟大家分享。因为我自己的身高是150公分，然后体重现在的话是50、51公斤左右。不过对于我这身高来说的话，这个体重其实还是有点偏重。但是呢，这是我减重过后的体重。我之前最胖的时候有到58公斤左右。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我减重的过程有兴趣的话，我先整理了一篇文章，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。那大家再去下面点那个链接收看。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着重在穿搭的分享。那今天这集的穿搭呢，我会帮大家整理一些肉肉小资女孩的一些穿搭的小技巧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咯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就赶快开始吧。第一套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就是我现在身上这一套，这一套是 GU 的洋装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影片里面呢，就是它整身穿上去的时候是整个很 eyeliner 的线条，所以会把你整个人的焦点集中在中间，所以你看就会比较长一点点。那因为我在影片里面的搭配我是穿平底鞋，那如果大家想要看起来更高一点的话呢，其实也可以穿高跟鞋。它的那个材质是聚酯纤维，它穿起来其实很凉，然后你不会觉得说很不通风的感觉。然后最好的一点是，其实它这个胸前这个抓皱的部分，不会让你看起来有那个很像孕妇的肚子。因为有时候我们这种原生的女孩穿这种到胸线以下的洋装，都会很容易看起来肚子很孕，但这件不会，所以这一件我觉得很适合，推荐给大家。那第二套呢是这个芥末黄色的，这个是 Airspace 跟 Chao 联名的洋装。然后它这一套就是它做了非常多这种细的百褶，然后它的背后呢，就是也有这种美背的设计，就是它是这个可以绑带的。那平常我比较不会露出来，我外面会再搭一件那种比较飘逸的那种罩衫，因为我觉得我的手臂这个肉肉的部分还是有点害羞。但这一件基本上是我每次穿出去都会被称赞的，因为这件颜色实在是很衬肤色，而且看起来会有一种鲜鲜的感觉。而且它的长度就是我这种身高的有没有，刚刚好到脚踝耶，超神奇的。我每次买衣服不是过长就是过短，所以这一件呢，我觉得还蛮意外，就是我这种150的身高的人可以穿的长洋装这一件。再来要介绍的这个下面2套呢，都是我的爱牌，这个 tiff 这一家，这个 tiff。他们家的东西就是 CP 值超高，我超爱在他们家买东西。我学生家旁边就有一间，然后我每次就不小心被吸进去。然后今天分享的这2套呢，第一套是大家看到它是一个比较偏砖红色的小格子的连身裤，然后这个连身裤呢，就是它的材质也是很飘逸，就是穿起来就是不会热，然后你就是可以很自在的走动。我夏天还蛮喜欢穿连身裤的。在饰品搭配上的部分，我是选择了这个是 niko and 的藤编草帽。去小琉球就是每一个朋友都拿去戴，因为这个挺实在太挺了，而且就是很有质感。就看到它这个上面的这个缎带啊，就是铁灰色缎带，其实它是有带一点点银葱的，还蛮有时尚感，而且不会很难驾驭。然后边边的部分的话，是今年流行的这一种粗的那种滚边，我觉得也很有度假的这个气息。再来下面这套呢，就是短裤的搭配，是他们家这件上衣，我超级喜欢，一见钟情款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就买超多这种小格纹的，因为其实小格纹在胖胖女生穿的话，比较不会有那个放大的效果，然后就会有一种可爱的感觉。然后这一件特别的地方是它的这个袖口两边是做不对称的，一边是这种宫廷公风袖，另外一边呢就是片式的，这个也会有修饰手臂的效果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一件。然后短裤的部分的话呢，我觉得比较建议像我这种矮身高的女生，可以穿像这样子的，就是高腰的短裤。高腰短裤它的好处就是它会把你的腰线整个拉长，那你的腿长就会从你的这个裤头的地方开始往下算。那如果你又在穿高跟鞋，像我影片这样穿高跟鞋的话，哇靠，巨长。就是你的脚大概就是比你原本以为的大概再长个20公分的感觉，就是150可以假装170的身高。耳环的部分是我在 Bershka 买的，看起来很夸张，可是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适合，就是比较夸张一点的，你穿比基尼的时候也很适合。 最后一套呢，也是在 Bershka 买的，是这一件，这件也是我的得意之作。这件其实它是条纹，大家一般穿都会很怕条纹的，看起来会胖，对不对？可是其实完全不用担心，这件我一试穿就觉得整个惊为天人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这个设计呢很贴身，但是有做腰线的设计，所以它看起来背后其实是很贴合，而且看起来背后超瘦，背后比正面还瘦。 这件的搭配上呢，因为我去小琉球嘛，然后我是搭配一个这个 New Balance 的这一个老帽，然后老帽在搭配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可以戴个比较后面一点点，它看起来就不会觉得它的帽型那么扁，然后就有修饰脸型的效果，所以这个 New Balance 的这个老帽，我觉得也是就是很夏天。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5套肉肉小只女孩的度假风穿搭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子的影片分享方式呢？如果你们有任何的意见呢，或是想要告诉我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告诉我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或是分享给你周围像我这样子身材的朋友们。还没订阅我频道的，记得赶快订阅一下我的频道。那下次我有新的影片的时候就会通知你啦。所有的资讯我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。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我是 Tina， 拜拜。